头顶是白的啊，这个耳羽呢也比较白，这个古代画的时候呢是比较灰啊，我们现在夸张的白了一点。这头顶这个据说是小鸟的白少，越老的这白越来越大啊，所以那个中国人呢管叫白头翁，也白头鸟，常常把跟母呢画在一起啊。那么牡丹呢叫富贵啊，它呢叫白头，就是如果送人这个鸟的话呢，就说寓意很吉祥啊，你看你啊，又富又贵啊，白头到老啊，这是好像画的这个一对伉俪啊，这个夫妻双方两个人呢白头到老的意思啊，是吉祥的。而这实际上画的一画呢很好看啊，因为牡丹呢颜色很漂亮啊，这个鸟呢它基本是绿色的，灰绿的啊，那么有头有黑白斑，也很好看。这是有好几种啊，今天我们现在呢就具体说说啊，这个这幅画啊画。那么下边呢我给大家准备这么一个稿子啊，这是也是一正啊，一反啊，这是负面啊，两个红色相思鸟。那么就是迎春啊，迎春花啊，红花，这个的黄花啊，这个墨绿的叶子。大家开始呢还是先勾线，这个勾线呢因为前几讲呢已经给大家讲了啊，我这次呢就啊剧本呢就是按照深浅啊，里边眼睛啊嘴用重墨啊，一类飞羽啊，二类飞羽，三类用重墨啊，那么其他的轮廓呢都用淡墨来勾啊，尾羽这都要重的用重墨，后面这都是淡墨，这个呢可以勾可以不勾啊，就是用淡墨区别将来那个黄啊和下边那个深的这个颜色的这界限。